大家好，我是吉宝妈。最近芒果的季节又来了哦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屏东枋山的艾文芒果会先出来。今天我们就带着雅群还有阿孙呢，一起到枋山去看看哪边有好吃的艾文芒果可以买哦。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咯， Go！ 现在来了那个休息站，算休息站，有 7，有卖糖阿给，有卖芒果干，有卖万峦猪脚。然后我们家阿孙呢，饿扁扁，所以要帮他换布布。吃饱饭就要饿便便，饿完便便就是便便便。只能在后车厢换布布，换布布的空档，吉宝妈就趁机赶快去旁边看卖芒果的摊家，顺便看看价格。200吗？这个是200，这个是250。如果要的话，这个200会少50块。这么好？哎呀，这是比较小啦，哈，比较小，不过也不贵啦。就是它今年没有什么雨水。这边还有蜜耶，这就是栽蟑螂。所以人家说芒果中艾文是最甜的。对啊，很漂亮。你看那个大小颗就差很多了，如果这样拍的话就大小颗差很多。对对对，这是对比。你要搬过来，因为它有一点一点的。真是比较漂亮。大小差好多。这个就是比较价格是。我们都卖一样啊，就是3100。三种不贵呢，可以。跟老板聊了一下，虽然我没有买，不过老板态度一样很好哦。这一摊的芒果不错哦，老板态度很好。限制级 pass， 看，不转转。外婆没有给你拍限制级啊。下一站我们前往枋山车站附近的一家芒果好吃，里面有卖芒果冰棒，也有卖芒果，我们去看看价格吧。这一家芒果好吃，它里面很适合来休息走走看看，感觉还不错。哇哦，好大哦！它有这种小包装的芒果干，这一包多少？果干，还有芒果，这个哦，感觉是新鲜现采的。1斤80，小小颗的。哦，40元的芒果冰棒，怎么样？吃？你要咬下口。你有敏感牙吗？敏牙有没有很忙？有没有100%？没有，它绝对没有100%。你看它表面都是那个冰。结霜的冰，没有艾文品别的品种哦，是啊，我不会分，我只知道艾文金黄啊，是啦是啦，想吃哦。我们现在还是变一只小青蛙，呱呱呱呱，小青蛙呱呱呱。吃完冰棒后，我们就往山下走，沿路都是芒果树、芒果。回程的路上啊，我们就请阿呆看到路边有芒果，就停下来让我去看看买买。结果阿呆停的这家让吉宝妈超喜欢的，这家叫明星芒果，但是它没有招牌哦，所以你要注意看吉宝妈的影片在哪边。这边顺便来说说枋山的小故事。在1860年代的时候啊，早期是原住民和芒果在打猎聚落的所在地。那汉人进来枋山地区开垦的时候啊，看到这边的小山常常会有山崩的状况发生，然后就把名字叫崩山。但是崩山对汉人来讲比较不吉利，也不好听，因此啊，就用台语的音译改名成为枋山。这个1斤50，这个3斤100，这个1斤60，就大小颗的，
然后里面有在装更大颗的，一斤一百一。这是几粒的啊？十一粒。十一粒是千一了。千三。千三哦。哦。是。啊，好贵哦，一粒一百多块呢。啊，那送人大粒较水，啊，家己食食三斤一百，安尼。哦，足水呢。这一家芒果店看起来是一家人在合作，到现场看到里面的家人们都在忙着包装，老板娘也很热情地介绍给我看他们的芒果，芒果每一颗看起来都很漂亮，都是早上现采下来的。这款各有果粉，各有那个果子的粉，果粉放的就要介绍了。对啊，冻的嘛无好食。对，无迄种栽赃。你看我甲你讲，栽赃的甲冻的，你看。好。这是一头头。嘿。一个尾。系啊。酱的，就是一尾，我们再处理。哦。酱的对尾啊，唔得处理。哦。啊，你看我的头啊，唔阿白头。阿白。嘿。啊，你那尾青的。嘿。哦，谢谢。二点啊，二点，二点。对。啊，这小姐都。都相同，伊、嗯、个是机器造的呀、啊。机器造的是机器分类哦，大细粒吧。哦，几粒几粒爱的电的，几粒几粒的。哦，够专业呢。哎、欸，哦，你是放伫角落内，伊就安尼分。弯头一把，弯头底下啊，可以去称重吼、哦。还是轻重的吼、哦，对，这算磅啊，磅啊吼。哎，是因为伊了看无重，就会练落来，练落来。哦，然后伊就会分各种级数安尼吼。好、哦，上大了是哦，这是粒数啦吼、哦，这个是一箱装的颗数啦，对，所以十就是约最大颗的，一箱只能装十颗这样子。比砝码重，比砝码重它就会掉下来。哦、它是透过砝码称重。砝码是越来越轻哦，是由最重的。哦，原来是上面有那个砝码啦，对，砝码去称用重量去分级的这样子，对，好厉害，看专业的就是下面还有加那个灰车，靠人力这样搬很重这样子，那很有智慧的农民哎，哦，恁做有地位呢，十五啊，这个十五啊。就水呢，我这一箱就千几块哈，一千哦，十五粒的，漂亮呢，是说芒果，哦，店馆够蜜，还有这个是蜜吗？老莲哦，这就是这块头啊，无，这块人客了，这遐我拢告诉你，唔好搞，看你爱做一粒，你看好，你客起来卖过去了。这块人爱当你，伊脸就老了。哦，爱老了，遐唔是歹，感觉较歹看。对对对，安尼你凉个凉凉嘛。对对对，袂啦，我会感觉遐足甜。哈哈哈。不是，总还有收别人一起当，没有自己当。自己有这么多，嗯，这么大的果子，两奖励。哦、要靠耐力，靠努力，靠体力。好不，我这一箱好几颗芒果树了。真的，好不好，一颗芒果树一天成熟只有三颗、啊，全部大概一千颗啦。哎，那、啊、你一千颗有三十，一天下来、啊、就三四千颗了。一千颗果树，大概是一千啦，差不多。哦。我你们现在果树都是去比较大比较矮一点，哎，尽量矮化啦，不要像以前那不要哦，那太累了啦。那个他老人家工作也很麻烦。嗯，你看那个地头还那么新鲜呢。摆完之后那个汁蜜它就会流下来。对对对。对啊，啊然后上面粉粉的。果粉。对啊。那叫果粉。果粉就很新，果粉代表很新鲜了。对啊。那它慢慢吃就熟成。嗯。这种大几天会熟成。大概两天三天，它甜度会拉到最高，它香味甜度拉到。现在就那么香了，那等它熟了要修哎。今年的芒果有比较少吗？有啊，说少很多。去年十万多个，嗯，也只有。就是六成一个产量，嗯，差很多、啊，嗯，所以说今年估计芒果会有快一倍了。
目前感觉不止。啊，可是自己吃的买三斤一百。刚才的，它的那个地头还在。刚刚老板娘教我啊，她说你要从尾巴开始变红的，再它会慢慢往上。如果你买，如果屁股是绿色的就不要买，那个是可能是崩的。那个桃花比较近的，桃花这是栽赃，弄一回啊，你再去。听懂了吗？就是栽赃啊，哥就是会从这边开始变红，然后往上这样子。所以买的时候，如果看到上面是绿的话，没关系，它起码屁股是红的，它会慢慢熟上去。它的上去啊，天哪！随便挑都很漂亮，你看。啊，这个我们随便路边停一下就这么漂亮。应该就是三缸，剩三缸好啊，这迷你耶，它是真迷你的，很可爱，你看。但是我不要。现在芒果刚出来，价格确实是比较高。那吉宝妈真的很爱吃爱文芒果，所以就先买三斤一百的解解馋啦。你不要看它小归小哦，我在挑的时候啊，真的是每一颗都想把它带回家，差一点就跟老板娘说这一篮我都要包啦。这个三斤一百自己吃的，一次吃一两颗 OK 啊？对，这个我很喜欢，其实我很喜欢吃芒果，知道吉宝妈看我的影片都知道我很喜欢吃芒果。这个五十的，这个三斤一百的，啊那个一斤六十的，然后越零越大就越价格越高。那个就很贵了。他说这个市场最少要1500。老板娘搬出这一箱11颗装的爱文芒果。他说这一箱1300块，不过这个在市场价格可就不止了哦。如果要送人的话，这一箱是 OK 的。看看它的卖相，真的很诱人呢。来，加哦。我买了这堆，嘿，对了，三斤，我挑三斤一百。弄起来嘛，三斤拢一包，拢分十十到啦。啊，你饲三个月，减肥啊，饲三个八，我嘛饲三。光听老板娘要设定磅秤的价格，听到就 emoji 很好。我到两包好啊啦，我再来拣几粒吧，你放的就好。买了这么多，217，好。没关系，你不会多。明仔吼，真看着足水啊呢。虽然我没有去其他家做比较，不过这一家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满意，也非常喜欢哦。买完芒果之后，我们算是心满意足的离开。路上还是有看到整个卡车载了芒果在运送的。这是我们在榜山买回来，今天是第三天。放了三天之后，你看它整颗都熟透了，从屁股到头都是已经有很明显的均匀的红红的号。你看这个地头还很新鲜在上面呢，它这个斑点就是表示它已经熟了。嗯，对啊。你看每一颗，我刚刚是随便拿哦，因为我们买那一袋200元，210嘛，很多颗我没有仔细算，但是蛮多的。那它大小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切给大家看里面好不好吃哈。来，我随便拿一颗，这个看起来比较丑，我们随便拿一颗切给大家看。那个我们传统，我们小时候看妈妈吃土酸呀、土芒果都是拿一个饼盆啊，然后
这样子有没有装备很齐全，他就直接在那边吃了，因为土芒果比较小颗嘛。嗯。那我们家的吃法是这样，就是会切一半，这样你看，然后这边再切一半。然后这个你看它纸很薄哎，有没有？嗯，对。你仔细看哦，它的纸很薄哦。我昨天其实已经有先吃一颗了，我有吓到，因为满满都是肉。嗯，对。我刚买的时候啊，那个有人吐槽我说啊，你买那个那么小都没有肉。我跟你说真的都是肉。嗯，这个我等一下再吃，我先来处理给阿呆吃的。那我会这样切啦，啊，有的时候我会削皮。那你这样切，就是像泰国啊，他们不是都哎，很漂亮吗？他们就是这样切，这样子打开，有吧？水吧？这样你就可以一口一口吃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放到明第四天也 OK 啦。这样，我先把阿呆的芒果处理好。我们阿呆不会这样切，所以就让吉宝妈来切给阿呆吃，这样。好，你要小心不要滴到衣服，滴到应该就不好洗了。芒果味道很香，这是艾文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，艾文的香味好香哦，很香哦。对啊，它放在厨，我们放在厨房，整个厨房都是芒果香。它已经有七八分甜了，一丁点微酸。如果放个半天的话，半天一天的话，可能那酸度就不见会更甜。不过已经很好吃了，嗯、那个一咬下去啊，那个芒果那个纤维啊，咬下去，那整个艾文的香味就整个扑鼻而来，好吃。好吃，而且它的籽籽啊，虽然我们买的很小颗，对不对？嗯、可是它的籽很小哎、欸，它的籽很薄。嗯。对啊。所以。我在那边买的时候，老板娘很有诚意，很诚恳的跟我说，你要送人，你再买那个大颗的礼盒，那你自己吃，其实买小颗的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肉很多哎、欸。它肉很厚、啊，你不要看它小小的哈，它的肉很厚，它的籽籽就薄薄的一片这样子。这家隐藏版的，它 Google Map 找不到哦。所以要仔细看我们的影片，我们会跟你说在哪边。嗯，那这家是自产自销，一家人一早四五点就上山去采芒果，采了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分类包装。他们有三甲地啊，1000棵的芒果树。对，老板说的。很辛苦。对啊，这一家，吉宝妈跟阿呆是觉得这个不是业配，可是我们很推荐呐、啊嗯，很新鲜，他早上刚采而已。嗯好、哦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怕买到烂的。嗯，对，那推荐起来。那希望我们影片记得赞赞赞，烂偷烂。嗯，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采完之后那个汁蜜，它就会流下来。对对对。对啊，然后上面粉粉的。